两个，两个，来来来。来Two up.
三个来。 对，景恒，水总，还是学长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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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，二一，四比零。我们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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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
¡Vamos!
四呀！来来 ，Q 位，来 P 来 P 来 P。Yeah.
有有有 ，OK OK， 叫你导流啊，麦克一的，麦克一流啊。太俏皮，太俏皮了。哎，上上，他几分？7-0吗？哎。好好好
拖，拖走，拖走。
边打。我们的本场比赛第一分，第一分哦。怎么？出局。主持人跑过去说：“出局。”刚的平平安打的至少人上二垒。小哥哥要清清楚楚的哦。哦，在这个三人制的裁判哈，我们的互相的衣服位要特别注意哦。我们辛苦的主审很棒哎。好，来樊锦宏，三月的安打，准备带来更大点吗？他当个传分嘞，正好也上二嘞。四局下半落后九分的。利用食材攻得两分，靠着连续安打，所以刚刚的三垒配合处理就非常可惜了。对利用食材来讲，好。那后面的北海雪鱼相思会在待会做出赛。好，上进汽车的教练无数的喊出了暂停。加油加油！哦，你今天状况超好的，不用担心。嗨，当裁判还是当那个班长？我来收听后面再讲那个。对对对，再讲一些秘密。现在要进阶了，不用主播了。真的？哎，现在都是要收集一些情报。GoPro 那个 GoPro 也有我声音的。是啊。哎，我拍摄了 GoPro 的。哦，可以哎。好，那我们要尽量讲。哦，场边是北海雪相思的好朋友哈、哦，蔡徐正阳跟树哥，还有蔡尚武。几分呢？两分。我、哦、待会北海雪相思、哦，看到学长了，哎，学长好，洲际棒球场。好，四局下半的利用食材攻得两分，没往太多球了，所以比数为9-2。9-2，五局上半开局。哦，非常棒的。之前在场上的风势是微微风，现在我们第一场，现在的表台9点的球赛来到10点左右，越来越舒服了，但是太阳也越来越大了。全相似到 A 球场，这样来上去。一楼50下，跳上，还多久？时间？九。在 B 场地的北海雪相思的9点的球赛，哇，已经打完了呢。
再打了。大比分击败了。完了完了。待会在黑暗选项是在这个球场的表来十一点，要对上三大有限。三大有限的三场，三比是败给了九人的。哎哎，这经理我又来了。哎，韩总，好啊。韩总帮猫哥加油啊，猫哥加油，好好举牌跑。好，文斌，刚的打者是黄义甫，击出一支 SARS 上二垒。看到谢家豪跟外野手还是二垒手在之间的沟通上出了问题，有落了下来。刚的黄义甫上二垒，一垒空着的时候，胡文斌保送，目前一垒跑者，跑者看到刘晨庆出外野，表扬。两步之后，后续的守备员会传内野，对吧？对，旁边有人叫刘晨庆叫阿飞啊，看到烧的人是叫的人是叫阿光，哎，叫阿光，哎，哦，刘晨庆的亲戚来了，刘晨庆跟谢晨宇打得很好嘞，小心啊，拖到，真的哦，谢晨宇超厉害的，开，谢晨宇又来了。中右外野，好，出局。完成。好，前两打席出局，两支安打的谢晨宇，第三个打席飞球出局。上半的上进第七和罗迪尔芬。陈德达。哦，会有旋转，弄，
九比二。